你以前做什么的？我以前就是个杀猪的。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？今天我来参加中国好声音，就是向你们评委发起挑战，看我这个业余的能不能赶上你们这些专业的。黄昏，我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无情地留下我，在风中哭泣眼睛，告别了昨日的爱情。也许当初不该用情，如今不会再有痴情。命运的注定，何必错对要去算清。也许当初他可用情，如今相恋没有事情。可惜只有我守住这份情。也许当初不该用情，如今不会再有痴情。命运的注定。